对啊，在家都冷啊！你看穿了个毛衫。对啊，有那么几十万吗？刚才不豪哥来了吗？你这样弄法，状态太差了，唉！我不休整几天了吗？休整了吗？一直休整了。这昨天胃疼，弄得我也不。弄了我一夜没睡好觉吧，胃疼。不能再休整了，再休整太过了，休整的人有点多，知道吧？有点懒。容易发懒，唉，疼又烧心，吃了个三九胃泰，昨天那个7点来钟嘛，回来以后，我随便吃了点东西，觉得不�舒服。坚持7点来钟开始疼，7点到8点，8点半将9点买的药。我躺在那个床上，哎呀，翻来覆去的，一看不行了，我得买药去。还不是一般疼，就是一看9点钟还有药店开门，就买了三九胃泰，喝了一包，泡的那种的，喝了一包以后。